所以说不会随便换人是什么意思？我在中常会都宣布了嘛，不会换鱼嘛，绝对不会，那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苦，100%不会，不会嘛。那对于这样子的报道会提告吗？会提告吗？会提告吗？对这样的报道会提告吗？提告如果是恶意的，而且妨害中国国民党的名誉跟信任，当然会提告啊。有人乱讲话，那这么不提告怎么行啊？